又分造船的，造新船、修船、检查船，就是交通摆渡船。台湾跟福建的中间的好几个岛，澎湖岛、马祖岛，这是哈北部基隆到马祖的交通船。那、啊、这个呢？渔船，一艘渔船多少钱？一个亿两千万人民币。最贵渔船，一网打尽的，啊、哦，网一网鱼啊，一网打尽。网是3公里长啊，等一下后面看看，这是新造的。世界抓鱼国家像台湾嘛，我们台湾是抓鱼王国啊，造渔船厉害，抓鱼更新的厉害啊。然后前面可以看到亚洲最多的战船，等一下我们台海舰队、太平洋舰队都到了，在高雄港整补了。我们金港在右头，同志们，待会经过看到隔壁船有大炮，我们港直接有规定，经过要挥手呼口号，没有的话大炮会打过来。台湾大炮敌人打不中，直接打来。这我们老蒋总统说的哦，以前啊，我们老蒋的口号是什么呢？老蒋被人赶到头来。关公干部解救的猫，三位救不了，你们自己救自己。首先，我跟陈导代表台湾同胞们，这场总是说声对不起啊，没有去救你们，你们自救。死老蒋，我想前台湾救我可以讲，老蒋叫死老蒋，应该是不讲的。哎，我是共产党的，我们跟他最好，他们总裁，所以我们可以叫他死老蒋，没那么恶意哦。陈导叫他死老蒋，不给你面子。姐妹们。只有你可以叫你叫爱你同志叫死不过，别人连叫他死不了，就拿枪他都跟他拼了。啊，记得啊，这个死鬼有专用的，死刀枪有专用的，右边的。记得现在祖国现在最大的战船是8000吨，中华神盾5D3D 里头摆了64颗导弹，我都知道。我是高雄港警海过你，带到你的7/2就是。咱这个美国买了4条，10500吨，比祖国大了2500吨。里面导弹是96颗，长度172米，宽12米，战事300多名啊。启德舰最大型的驱逐舰，面对面打仗就是旧点，但是比较大。台湾现在主战战船，因为里面的武器是最好的。标二导弹，要不然是我们自己造的隐形导弹款，你看到没？隐形的。如果哈，你们回到浙江江某派的话，我们叫他开船到金华江那边用等飞弹打你，那以前找不到的，我们自己造出来的。我们国安单位派了好多人要拍，拍不到这个隐形的，那个雷达找不到。然后这个嘞，170米的起的，而且你看嘛，上那个3D 相类似雷达可以扫射天空500公里，是目前战船里面最大型的雷达。前后两门炮，一般都是一门炮在两门炮，40快炮，船打船，最主要自动火炮，垂直导弹发射架，一颗导弹要1000克，标二导弹打飞机特种兵，后面直升机，说它里面的配备是哪？它就是旧，但是问题是它里面战斗平台也够用，可以装备各种不同形式的，就是可以换装武器，各种各样的主战战船。纵观，待会拍的话，你们从船头向后拍，整三个是立体的。各部啊，拍一个单眼，但是整个船头向后拍是整个立体的。后面换成几体，白色方阵快炮、近战防御、啊雷达、鱼叉导弹、打船的鱼叉也好，标也好，在世界上都属于最起码2级的导弹了、啊。它、啊、现在以后我们还装最好的雄风三，我们台湾有后面那个什么船打船的雄风三。号称天下无敌的导弹呢，看到哪里可以打到哪里，想到哪里可以攻到哪里，计划兵超音速的船打船，就俄罗斯都不知道说了，厉害吧？不过我们还没有